JDG 的救世主队友送马尺帝绝境四杀擀面，解说瞬间疯狂，观众当场高潮 ，Ruler 也太肿了。我操，奥恩都来了，兄弟！哎呦，好稳定的阵容。雷米，中路一定要玩辛德拉这个，不玩辛德拉赢不了的。四毛一 ADC 一定要玩辛德拉，辛德拉我砸卡莉。还是辛德拉。九筒打辛德拉很舒服的呀，就让九筒打中了呀。那怎么说？左手脸色有点苍白。 好，第六把锤石直接秒锁了，这么自信啊！哈，哎，看阵容的话，其实左边阵容后期很厉害。我觉得左边能赢。对，我什么时候这把看好京东？左边后期阵容很厉害，中期的话稍微 LNG 稍微强一点。哎呦，苏乐加油，五子加油，自卡来中路想抓一波，这个有眼，石膏要不一闪？一闪加，不闪呢？咬住 ，Q 还封底闪现的位置，他这个 Q。 哇，勾没勾到？哎，左手不招闪，这个一闪，左手没办法的呀，只能说 Scout 打得好，他没有像那种贪鬼九筒，那种贪鬼九筒是什么呢？一闪过去还要 A 别人一下的，这样别人就能交闪了。左手那个 Scout 是一闪直接接大，不多贪 A 那一下，那没办法，控制时间一直在天上飞，被炸回来肯定的呀。 这节奏怎么能这么好啊？真的有点骚怪。李宁记在给 LPL 所有队伍教学运营，但是这把京东记还是要赢，无所谓。上上月，哇，一个夜没来了，哎呦，W，这三六九在干嘛呀？三六九，坏了，三六九晕了，为什么要出这个反三甲？ 冰刀爆炸！鸡，二比零的吗？京东，京东现在越来越急啊，很着急。这波越塔只能说丑到流汤龙，丑到流龙。这波越塔，京东怎么这么着急啊？玩的，三六九的经验比这个这块要高一点的。被勾了，石膏九大召回来吗？密行刀闪现，炸回来了，召回来，密行要倒了，死了呀！密行死了，卡拉比摩眼过来，卡拉比敢操作吗？不敢操作吧？ 他在闪现，哇！卡拉比，卡拉比，路人也倒了呀！我操！左手满血，不敢操作吗？为什么？哎，左手，哎，减速了，他交闪了呀！我不能交闪。哎呀！他那一步就这么想的，我跟你说，上一步可能就这么想的，他一定要往上闪。被斯卡的骗了，这一波是真在骗。 纯粹的老油条，这个就是、哇！压力给闷了。Scout好聪明啊！对，做一个假装一闪的动作，Scout，聪明的Scout。哇操！Scout笑麻了。Scout笑得贼开心，刚才。这两波心理博弈，Scout赢麻了。刚刚Scout笑得贼开心。这就是高手的心理博弈。我做一个假装一闪的动作。 那左手肯定会怕的，左手也会预判Scout会一闪杀他。那Scout 也在想，你肯定会预判我会一闪，那我就不一闪，我一吓你一下，绝对的心理王。只说 Scout 吧，左手存哪里？上路还在阴，兹卡在犯罪，兹卡死了，交闪，但是辛德拉还有E的，没有机会走。 这是必死的，不是，这个位置很明显，赖的这么明显了，还是年轻了。这波鳄鱼死了之后有点断节奏了，啊，这个中塔李宁是闪推吗？但是李宁没有先锋，先锋在别人那边。哎呦，上路直接一路通到二塔，二塔也没了，好爽啊！那么搞不好左手要 C 了呀？哎，京东怎么突然打回来了？经济还反超了，领先对啊。 就是因为鳄鱼这波贪了呀，这也不是贪就是送吧，感觉这，打回来了呀，京东姐，什么经济最高的居然是左手，他防御他吃了八百，哎，还，这一波左手巨猛啊，两件套了，营业出来了，哎，露了个这个位置过来被刺客打了，但是无所谓啊，三六九这边白打了三六九，又被勾到了，又被勾，勾了三次，三连勾啊。 LP 飞轮要没了，喂，被炸了！这石膏打到，我操！卡拉威，小龙也没了，小龙也没了。哎呀，这牌龙没拿到，要出事了！哇，行，这个勾有点帅吧？他是雷西，你说这替中路脾气上来了。
三六九下来又被勾，巨后悔，喷火死了。这个版本的锤石就是这样 CD 好的巨快，兄弟。哎呦，虎娃惊讶要搏大气，这个队友不点倒，三六九肯定要死了呀。对，不敢点。说实话，这个不能怪三六九。对，因为右边猴子、鳄鱼，球速也没大，五个都没到，为什么不敢点啊？不敢 A 呀、啊，谁敢 A 这个塔呀、啊？压力太大。九哥这波死了巨生气，估计。哎，感觉这波真不能怪三六九队友，这个 TP 是完全没有问题。队友要点塔呀，这个右边五个没到，为什么？其实这波怎么讲呢？要踢不如早踢，现在踢不如不踢。三六九要不去带下队友中路塔，要不别 A 了，这样下路赚兵线。队友要踢的话，如果踢的位置已经死了，对，踢的位置太压力太大了，队友不敢 A 塔的，打架打输了，至少是站着死的。哎，怎么 Big Fly 过来了，卡拉呗？在干嘛呀？啊，卡拉呗！搞死了！哎，卡拉呗！卡拉呗！真想下班啊！输了！输了！还在滑，要一打五了，输了！结果哇！雷到下把班子。等会儿，如乐在射，滚，开电！怎么说？还能电？如乐，电啊！如乐在干嘛？高潮了，观众全高潮了，主播也高潮了，他到底在干嘛？Scott 炸了两个左手，地上前面秒了，哇，左手那行也是闪现一了。 Luna 还在说不好说的，不好说，不错， Luna 去闪开 Luna， 我操，然后被这闪现想操作吧，然后被这个位置 Luna 和 Luna 和你双的 Luna， 哇， Luna 太肿了吧。他也我说吧，左手发育的很好，地上来被秒，但是呢他左手死之前还是换了一个他斩。那说实话，左手真的，他这个发挥对不起他那个装备，真的，真对不起他的装备。这把说实话，我不是干黑呀、啊，他这把表现很差的。对，那个小龙团真的是，他100%冷 C 的团。他打这种厉害的中单都这样的。卡拉比这个也是疯子，真的是个疯子，有点装，有点真是个疯子这个人。不是他怎么敢这样子去看蓝 buff 的？我操！左手这里也说，我哥大哥都冲了，我跟着一块儿死，死完怎么说？死完输了再一打五，哎呦，太夸张！哎呦，这条线得要穿麻了，给输了。三个人站在一起，穿长裤子，那什么意思？这也太变态了吧！这个时候换工就有话说了呀！哇，湿透了。好了，还得靠输了。哎 ，Scott 没闪现，这个位置 Scott 要死了。石头也送了这波，嗯，把这位全血动了，有金的全血动了，放眼，京东放眼放得好，死了，石头都死了，杀！怎么说？先把小龙打了，打大龙的话，小龙会被反打。哎，灯笼怎么给那边呢？这边还要过来开，猴子缴了五个 LP， 不过刀不好。上吧，太可惜了。哎，还行，朱乐开始充电，没机会充了吗？不敢充了，防御塔有点痛。朱乐根本不上头。这样送好，这样送不是小龙没了，京东你们在干嘛？你人家15秒复活，你30多秒复活，你只能现在拼命啊，小龙。龙魂团，这里猴子没大的，没有状态呀、啊。要看卡拉维了呀。能拼命了。要不再给个龙魂卡拉维？被罪名盯到了，左手这个一呆往哪儿推呀、啊？怎么又是你？左手每次到这种比赛关键比赛就这样，主要是他被开是。被刘斯 Q 到那个经过那个枪，说实话，看了这几年了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，是吗？太多了这种。他这个，他就这样大龙没了呀，这关键的团。这个 E 主要吃了厄斐琉斯绿刀 Q 已经很难受了，被罪名定到，然后压力太大，锤石出钩压力太大，这个 E 不知道推哪儿去了，大龙没了呀。大龙真的是有点白给呀，左手，你这样子玩好。你这样出装打不了输出，还不如学大 B 三件套。感觉他已经被打懵了，别那个。不是，你看这个位置，他在干嘛？到底？不知道呀、啊。而且那个E空了没打？对他 Q E 空了，感觉他被石头打懵了。他就这样，他就打那种
比他厉害的中单，他被压了，现在他一v一被压了，这也很难受。其实这把是没被压，这把只是中年那个对吧？因为没被压，对他被抓，对。他第一波一闪没闪出来，然后加上第二波那个一骗了他闪，有点现在崩了，对，感觉被秀了。我觉得现在崩了，现在有点崩。至少龙魂没丢，还能发育，还能玩。还能玩，不管怎么样都是上限比较高的阵容。下打直接没，反正无所谓。等小龙，但左手 TP 了，左手想找点事情做，莫眼过来，但是被行躲。下一颗天一波没中，天一波在华阳的助攻，进攻入了有表，入了有表没开。入来的时候死了，入了有表，入了个，我操，表没开出来吗？入了飞表了，但是还是能赢。还是赢了呀，虽然所有人都来杀入了，但是入了已经死前把伤害全打满了，表也没开，代价太大了。对，只能说入了这波表没开有点可惜啊，因为这个表本来就要和春哥用的，可以点哦，帅啊。那这波入了就他玩的是什么，入了玩的是狂，他身上有表但是他没开，那他这波就打了个推。大招还在呢，露露，真得靠露露。导播妈也真搞，干这么短打完还给左手镜头，我操！偷你点钱，偷点米，大招给到假猴子了，左手自己把自己杀了，左手。奈特，你在干什么？又好推，死了呀，还是死了。交闪了吗呀？对抗，哎，交闪。哇，完了，我这左手已经乱了，真乱了，他心乱，他百分之百心乱，这看得出来太明显了。对，他这心态有问题了呀。但是这波左手一个闪现把右边的那个上野的闪现打出来赚了，他打团都不一定能打出对面的闪现的，对吧？说实话他团战都不一定能打出对面的闪现，说不定直接被秒了。对，他已经把小龙团之前把对面两个闪现打出来当作助用出来了，他该做的全都做了，这样的话后面入了个有闪现的时候很好操作，而且这波 missing 是有钢锅的，左手没有闪现很难开到 missing。漂亮，哎，再绕大钩子 ，Scott， 哇，直接秒了，但却还没用大，来的反手给个大招给 LP 就行了。OK， 一个大招直接秒了，游戏结束，结束，奈特直接一秒二，哇，左手。左手终于立功了，先秒猴子一个大招，再把 LP 秒了。我操！左手立功了！我操！大帅了！左手洗白了！立功了他！第一波了！恭喜京东！那这把 MVP 还是录了个的 MVP。你看，左手虽然说十五一万波，但只需要打好一波就。对，打好现在这个英雄就是这样的呀，打好一波就赢。爆发伤害就这么高，只需要打。他斩什么剑都没放出来，主要是这把露露玩得很好。如果不是那一波的露露的话，这把京东早就结束了，早就被一波了。但我觉得行这把是尽力了，这个锤石玩得很好，行的锤石招牌解那个锤石，有人说道歉，如果这把输了他要给队友道歉，你们说我给他道歉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前面我们两个，因为他作为说实话大家觉得的国产算是第一中单嘛，真的这两把打的确实发挥的不太好，可能把二打五吧，要赢一把要二打五的话有点夸张了，这把算1.5打5只是最后站出来了，至少站出来了，够了。最后恭喜 JDG 完成让一追二，六九哥和尺弟真是京东的底库啊！看片哥再送左手再隐身，仍能兜底，希望另外三个也对得起这一亿的阵容。兄弟们各视角觉得体验不错，也三连进行一波啊！